个是表的吗？好呀，好呀。妈妈，给他发一下。哦，发过来了啊。我就是不上去啊。别叫我很不舒服。哎，这往后面说，不干了。慢慢走。那个长征大侠。是楼梯。不吃了。我喝吧。哎，坐这个，坐这个。我也觉得都是做不用定金的。对，咱们到你再想想好了，我说你在哪儿，我不知道在哪儿这是有点穿过。哎呀，我们给你找点。我感谢你，我等会儿发朋友圈感谢你们吧。你要你先拍一张吧。在这儿吗？旁边没有椅子的。